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原神 5.1 卡池紧急调整，纳西达插队，钟离、申鹤延期。 5.2 风女技能曝光， 5.1 水龙售后登场，又一位人权卡清定， 5.2 风系统女大 C 来了。原神纳塔 5.1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希诺宁这个角色，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。作为通用性极高的炎斧，强度在线或将成为下一个人权卡也说不定。本期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5.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了。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，希诺宁作为辅助角色，除了风草不玩外，对于水龙王纳维莱特也是有非常不错的提升的。简单来说就是别的四翼尾，例如中班带点拐，只有纳维的奶味白族没有任何拐力，换成豹女强度明显得到提升。总的来说，希诺宁还是非常契合水龙王的，这算是水龙兽后来了。而说起5月2日及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目前来看 5.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已经官宣，纳塔已知的角色中已经公布的有马拉尼、卡奇娜、基尼奇、希诺宁，还没公布的有恰斯卡、火神马威、卡茜特、拉利、伊安山、欧洛伦。至于西巴拉克少女队长、平姥姥等角色，目前没有更多的相关消息。其中恰斯卡的定位据说是五星风系成女主 C， 会在 5.2 卡池登场。火神马威卡依旧是之前提到的 5.3 卡池登场，不过没有实锤，大家看看就好。黑皮小萝莉据说是四星角色，粉毛少女茜特拉利是冰系法器角色，欧洛伦未知其余几位角色，起码是后期卡池才会登场了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啊。原神纳塔 5.1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除了豹女希诺宁即将登场外，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1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有关于 5.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官方已经公布，那就是纳塔人气超高的希诺宁了。复刻角色登场的消息目前来看也发生了大反转，除了新五星希诺宁外，其余三位复刻角色分别是荒龙伊豆、林尼、纳西达。不得不说，这版本网传卡池的安排还是比较离谱的，和之前预测的卡池安排反转的可以说是有些离谱了。不仅没有长期未复刻的莱欧斯利申赫，就连帝君钟离也没有复刻。不过小草神纳西达复刻貌似也不错，但是伊豆和林尼的复刻的确是有些出人意料了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后续卡池登场的新五星成女风系弓箭角色恰斯卡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恰斯卡定位机制也来了。恰斯卡拥有风系扩散转化元素攻击的方式，可以将自己风元素转换成冰火水雷中的一种，平 A 还可以协同攻击。虽然是风系角色，但是不打风伤本体还可以飞行，简单来说就是染色 C， 不过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